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2023经典90三峡万圣派对。今天我们是第几年？第三年、对不对？每次我们罗米星跟二八都非常热情的来参与，来帮我们拍摄，来帮我们记录这美好的一切。好，那也很开心，今年终于是第三年，来完成这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没下雨啊，对，没下雨是最棒的，不是雨人，不是雨神的，对，成功，没有下雨。万圣节嘛，万圣节，对不对？万圣节，所以万圣节，你是怎么打扮？这个是参考一部大概距今已经有40年左右的老片子，它叫《埃及艳后》，然后就是模仿它的妆容跟它的一些参考那个古埃及时代的一些装扮，对，蛮像的呢。老人就是要做老装扮，我知道。那所以你大概今天的装扮是小朋友。今天比较匆忙，然后今天节目很丰富，今天有什么节目？今天我们有人物装扮大赛，然后也有吃牛肉面的比赛，还有很精彩的抽奖，跟最重点的就是老车在三峡老街里面的展示。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去穿车吧。那再一次谢谢机会，祝福大家 Happy Halloween，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天差不多车子都走光了，然后今天也看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节目，小朋友的、成人的、吃牛肉面的，哎、没有，我说成人，对，成人就是抱抱亲亲嘛，那个啊啊，对对对，儿童不宜，哎，内容有内容有，然后吃牛肉面，小朋友那个万圣节那个装扮比赛、对，我感觉这个好刺激啊，好玩。那你觉得呢？我觉得哦，下次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我节目的内容。有啊，先闪先闪。拜拜拜拜拜拜。下次有机会还想来吗？当然是不要下雨最好。那我们就只能不让社长过来。你过来啊！不能这么坏，不能这么坏。处理掉。没有没有，带他去拜拜就有用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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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拜。有逼他一定要每天都拜。每天都拜。每一天都拜一下。拜到拜。没有啦，这边大街小街我们都去走一走，然后吸吸那个神灵的香味。对，那如果说下次我们还有相同的活动，会想要来吗？当然啦、那还会有希望有什么新的活动吗？新的内容？我觉得这一次内容都还不错，因为有小朋友可以有共鸣跟家长。我觉得这一块还可以，还有另外一个教育的。对对对，像他们老车啊，怎样怎样的相关的，我觉得这都还不错。对对对，下次看也会有什么跟车子相关的。对，有教育性的，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好的。那你今天很累吗？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回去才会知道的是。对，通常活动就是这样，而且今天算是比较短时间的。那希望如果说以后我们有比较长时间，就是白天到晚上的这种活动的话，这种会更热闹、更精彩。那大家就一定要再继续来参观。Nice， 喜欢我们的影片90YT， 记得订阅、分享，还有什么？按赞哦，按赞，关闭小铃铛。比较不会吵，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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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开车，小心开车，他一路上小心，拜拜，出来出来，爸爸爸，小心开车，小心开车，哇，正佳正佳，拜拜，谢谢老板，拜拜。拜拜拜拜拜，下一场再会再会再会。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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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开车。加油啦啦，小心开车，拜拜拜拜，下次见，小心开车。那个后来加装的，改装品就对了。金刚小耳朵，哇！拜拜拜拜，小心开车，拜拜。哇，帅哥唱。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下次见。来，这个叫什么？惧高症，所以会外八。拜拜。好可爱娃娃车。这个超可爱的，而且它轮子好小哦。拜拜拜拜，下次见。哦，对，我们这次也有邀请那个机车还有暴走族，然后他们就是属于暴走族，有穿特工服。对，在台湾的暴走族是非常温和的，可以随时把他们拍照。哦，我知道。拜拜哦，下次见，小心骑车，拜拜。那我们要回去抓那些摩托车吗？我们应该也跑光了。摩托车应该跑光了。拜拜拜拜，下次见，下次见。